爸想和你谈谈。爸，你说吧。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闺女，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这房子以后也是你的，现在大伯病了，急需要用钱，想把这房子卖了，同意吗？我没意见，你们怎么着都行，再说了，我将来住哪儿还说不定呢。康香果，你想卖房子啊？你要是把房子卖了，我跟高兴住在哪儿啊？暂时先租房子住吧。我想了，家里面我最年轻，挣的又最多，我卖房子最合适了。卖房子轮不到你，应该是二国他们两口子。二哥他们挣的是辛苦钱，挣钱不容易。咱们先把房子卖了。今天我也看了，二嫂子实在下不了决心。咱卖了以后，他们如果想通了，把咱爸那房子也卖了，多少能贴补咱们点儿。到时候咱得买个新的。如果他想不通，咱不也有钱了吗？也能救大哥的命了。太崇拜您了，您就是个大英雄。英雄那么好当啊，高兴。你爸当了英雄，你以后出国的钱谁给你出？你想过没有？啊，高三国，我得问问你，你怎么想的你？没关系，我能出就出，不能出也无所谓嘛。嗯，如果我出了国，我也能自己勤工俭学嘛。过日子不容易啊，现在不小了，你得承担起生活的责任，知道吗？我明白了吧。阿平，这事我也没跟你商量，你什么意见？有个事儿我想和你商量。说。可是我有点张不开口。
小厚，自从嫁给你以后，你没让我受过一天的罪。其实我知道我自己，我有的时候脾气挺不好的，挺不讲理的，但是每回你都让着我，迁就我。嫁给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。这怎么是姐夫名啊？你们家的房本啊？老婆，我知道，我和大秀商量好了，卖我们家房。我们俩呢，可以说得要停，要停，别嫌我烦你啊。看你说的，我以你们为荣。别，姐，姐夫，我和王红昨天一下子蒙那儿了，我们没想清楚，我们带房本卖我们的。姐，昨天我那是一时。姐，怎么也不能卖你们家的房子。姐夫，姐，什么？别这样，别争了。三国，把我们这房本收起来，啊，就拿着我们的房本吧。姐，哥，从小到大你都让着我，这次你们听我的行不行？二平。国家条件不是那么好，三国，你们还得供高兴上学呢。就我们老两口，我们没有任何负担。廖婷婷长大了，能独当一面了。而且廖婷这也有房子，我们就住在她那儿。姐，你这干什么呀？你们家已经出的不少了，再说昨天咱不都说好了吗？我们又不是没地方住，把这个房子卖了，换个小的，照样有地方住啊。姐，就卖我们家的房子，换换大了，早晚得加上去，我们能住一套小的，是可以。你甭担心，我们都说好了。大家都别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王红、二姑，你们那是爸的房子，只要能留，还是尽量把它留。我是这个家的老大，这事儿就听我的。不过我今天看大家都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家这个房子真的卖得值了。姐夫，我真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没说。
难过。谢谢姐。大飞，别别，孩子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只有这样才像是一家人，是不是啊？